咁多位嚟到我哋嘅思说题解第五次，琴日第四次啊，系今日第五次。咁啊，系咪最后一次啊？我估一两次啩。哇，啲人猫上咗嚟嘅，咩意思，大佬？冇得罪你。哇，就咁嗱，呢一个咧，金堂咧就好似当睇多篇文文噶啦。我哋咧有一篇，我揿噶，我有揿到咩？咁我哋咧就有一篇系同呢一个思说两篇文章相比较啊，比较。咁呢篇咧系柳宗元先生嘅作品。OK， 大家花五分钟时间望望啲字录，得唔得？打花五分钟时间望望。边个的背景声音麻烦关三咪，唔该。咦，好似系，哎呀，咦，真系录影紧噶喎。好嘈，嘈咩？上个台。好，咁我哋就嚟咯。都系嗰句啦，学问啊，记得要回答嘅，得唔得？由魏晋试以下，咁啊，先睇下同学历史背景啦。魏系讲咩朝代？边个人立国嘅？早十几廿年前咧，好兴玩三国杀嘅。大家系咪喺度嘅？喂，认下我啊，大佬。诸葛亮啊，系诸葛亮佢哋啦。不过呢个魏咧，就系唔属于诸葛亮嗰日阵营嘅，因为阿诸葛亮属于个阵营咧。曹丕醒目喎，坚喎，喂得喎，你呢一个，哎呀，揿错掣，揿错掣，你呢一个中国历史嘅根基咧，系唔错嘅喎，吓。不是，主要是因为小时候三国杀玩得多。玩完了，只挂着三国杀，真是，怎么做事的？啊？好，那呢，就什么呢？等等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好，那然后呢，就进了。有冇人熟读历史啊？知道晋呢一个呢个形势系咩咧？
晋系边个立国噶？即系虽然系，我净系知系姓司马咯。醒目啊！啊司马懿嘅仔司马炎啊，白炎嘅炎。好啦，咁啊，魏晋以下吓，人亦不从师。呢、这个亦咧就系、是、等于我哋讲嘅姓亦姓下边嗰三个字咩？姓亦姓下边嗰三个字咩？如亦如系啦。啊，咁啊，当时候啲人咧始学于师，所以咧啲人咧唔系只系唐朝先系咁，魏晋时候开始落嚟咧已经系咁，魏晋南北朝，咁啊都算系其中中国历史上面颇为黑暗嘅一段时间，尤其是晋南北朝。好啦，人亦不从师啊吓，今之世如果要你哋解咧，你点解啊？今之世呢一个世代系呢个世代啦，不闻有师吓、啊，尤其是咧就未曾听过咧有人咧够胆自己认系老师，不闻有师吓、啊。如果有嘅话咧，会点咧？折蛙笑之。咁你哋估啦，暂时嚟讲，你所识嘅词语呢一个字有乜嘢词语你系识噶？嘲笑。嘲笑啊！如果嘲笑咧，似呢个多啲、啊。但如果就咁呢個啫，當我哋語譯嗰陣時候咧，我哋解題有技巧啊。如果語譯嗰陣時候，咁啊兩個字咧，你要嘗試呢個代表一個意思，呢個代表一個意思。冇啊，冇聽過呢一個。蛙言。係啦，蛙言啦嚇，啊蛙眾取寵，蛙言嚇。如果你真係有人話，誒、哎、你有嘢唔明啊，跟我咯，我去教你噃，係嘛？咁就真係俾人當係神經病啦。哇然笑之，以为狂人，狂人即是今时今日的入精神病院那些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的核仔、啊、好了，所以柳宗元就说了，读韩愈这一位仁兄呢，怎不顾流俗、啊、即是我们今时今日很少叫流俗的，我们今时今日叫什么俗呢？完全不顾世俗。是了，世俗对了，或者時俗、啊嗯、完全不顧喎，呢又幾幾得嘅喎嚇，即係佢係完犯呢、這個犯就唔係犯人。我哋如果今時今日如果語譯嘅話，我哋係有啲咩詞語係你識嘅？如果冇犯唔係講犯罪，唔係講犯人，你會係咩咧？因為佢中間咧佢省略咗嘅，就係俾人哋笑同埋俾人哋侮，俾乜嘢犯俾人笑。俾人冇，咁你估下啦，你识啲咩词语系咩犯啊？系啦，字词翻译，识啲咩词语系咩犯嘅？犯作为一个中心词，如果配词嘅话，食饭，就冒犯，啱啦，冒犯喺度啱啲嘅，冒犯，佢冒犯住会俾人笑，嗱，记得呢个省略咗啊，会俾人笑，犯笑冒吓。会被人笑，会被人侮辱啊，都羞照啊，羞生羞照。后学咧就系讲，大家如果学，你会知系学咩啦？修学咩？佢做老师，学生系修学生。但系咁，如果一只真系万一要译呢个嘅话咧，咁你就心谂啦，死啦！学生前面要加多一个。加多個詞語後，冇理由後來嘅學生噶，冇理由後天嘅學生噶。咁你仲有識啲乜嘢字係同後輩？係啊，啱啊，就後輩嚇後學。所以今時今日咧，仍然有人好客氣地稱自己咧係一個後輩，係一個啱啱開始學嘢嘅人，嘛乜都唔識嘅人，都可以話誒、哎、後學嚇、啊、後學，唔好想。sorry， 阿媽啊，個窗口嚟嘅大佬，算你中意，好啦。於是乎咧，你見到韓愈咧係作詩説呢家嘢幾勁係嘛？考下你哋送俾邊個話 ？last 一段，李盤 ，yes， 李盤嚇。咁、啊、所以咧，你見到咧，簡直係勁啊！喺呢個時候喎、啊。
佢为师，成个社会、成个世俗都唔肯做老师，费事俾人笑，俾人话自己精神病人。但系咁，韩愈就够胆啦。大家估下啦，匡颜，匡颜系点解咧吓？抵抗世人嘅眼光。好好，好好。诶，我系冇嘢，系咁啊，能够抗颜咧去为师吓，即系我觉得咧系真系一个好难得嘅嘢。咁头先阿永南都讲咗啦，世人系嘛，所以呢个系世人吓。果然啊，世人果然群怪就最嘛，咁大家估到啦，群起系嘛，闹佢啊，攻击佢。是吧，群起鬧他攻擊他。那這個怪你覺得是，如果假設真的要翻譯這個怪， 你會喜歡用什麼怪？你所識的怪這個詞語，你所識的怪責。怪責啊，還有呢？還有什麼怪？鬼怪，韓劇好好看。驚怪。是，驚怪。又或者是觉得很奇怪，非常奇怪。或者我们可能一时之间呢，当考试的时候呢，是不会懂得那么精辟的字，那么准确的字，但我们可以用到我们所识的，是不是非常奇怪。那世人当然非常奇怪，哇，韩愈那么整个世界，不是整个中原，你都不能够想讲老师，你要是人，哇，喂，你得不得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加上这个呢，就会最而骂之了。好。咁啊，子木牵调啊，子木，大家平时所知木呢个字系点解？木眼眼系嘛？指住哦，你条友哦，子木啊，牵调，牵调咧系拉扯，即系总之就话佢啊，系嘛，我嚟大步啊，系嘛？而争语为言辞。而爭語為言辭，大肆攻擊佢啊！大肆攻擊佢，就咁言辭都唔夠，要爭語嚇。咁、啊、所以咧，韓愈咧，於是乎就得到呢一個狂名。之前我提過啦，喺嗰個時代，如果你話自己係老師，人哋當你咩人話？人哋當你咩人？如果你说你自己是个老师，先等我讲下咯。喂 ，hello， 呢度，如果你说自己是老师，我教你啦，人哋就会觉得你是咩人啊？黐线，啱啦，黐线嘅狂人，冇错啦，黐线嘅。咁你话真系咪几惨咧？系咪人哋当你痴痴地，完全唔掂噶噃？好啦，韩愈因此咧就俾人觉得咧佢系痴地噶啦。咁佢系点啊？居长安啊，韩愈啊，吹不下热，就算啊吹有啊，成日听到古文啊吹烟，知唔知吹烟咧系代表嗰个时间咧屋企正在发生紧一件咩家事啊？煮饭嚟，差唔多啦，煮饭。吹不下热，煮饭要煮到咩情况之下先有热气咧？熟晒，起码都要熟啦，系咪？唔得吓，完全唔得。又歇而冬，于是乎咧，咁咧就匆匆忙忙啊，匆匆忙忙的意思就走啦啊。冬又好，南好，西又北，即系攞嚟讲嘅啫。遇事者。数以吓好多次，屈子赴约吓屈子呢、这个屈子就咁讲，你冇理由会知佢系边个。姓屈嘅系冇错，系姓屈嘅名人咧，即系除咗屈臣氏之外，讲下笑啫，唔笑噶。屈臣氏唔系人名嚟噶，铺头名。我啊屈原咧赴约啦。咁啊，屈原就曾经讲过，
富是一种文体来的，那么这个就不详细讲了。一犬群吠，犬所怪也。城邑，即如果是乡村城镇，那我们会知道呢，城邑是比较大一点的地方来的，啊，城镇，邑城镇。那么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来的，是吗？狗。群吠就不是一只吠，成扎在那里叫。那么狗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吠的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动物题？大自然界通识题，小学叫自然科学题。狗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叫？一般情况被虐打，见到敌人，okay，见到敌人啦，被人打啦，仲有冇啊？继续啦，估下啦，惊惊啦，再估下啦，见到老鼠，见到鬼，见到老鼠，见到鬼，呢，這个逻辑就系老鼠同鬼差唔多嘅嘢嚟嘅，都啱。哎呀，衰人，咁如果系同怪有关嘅咧，哇，个城镇度啲鬼会吠，啊，一齐吠，啊。一齊吠，因為咧佢哋係乜嘢怪咧？哇！奇怪係啦。當咧啲狗見到啲奇怪嘅嘢嚇，你見啦、聞啦、聽啦嚇，於是乎咧佢哋就會一齊吠。但你講呢樣已經衰噶啦。當你成抽友仔見到啲好奇怪嘅嘢一齊吠。大家就估下啦，其實柳宗元係暗中係講乜嘢人做嘅事情，俾人覺得奇怪。前文係乜嘢人？前文係邊個做咗件事，世人覺得奇怪啊？呢度邊個？項羽。項羽做咗乜嘢事，俾人覺得奇怪？怪。收後輩學生。係。认自己做老师，俾人觉得奇怪，奇怪。头先呢段话，边啲人觉得韩愈奇怪话？边啲人？城镇入边。城镇入边嘅人，当觉得佢奇怪嘅时候，嗰啲人有啲乜嘢动作、行为表现？相著去闹佢，指指点点。系。于是乎咧，佢就讲话：如果啲狗。一齊見到啲奇怪，記住唔係一隻，係一扎。一扎見到奇怪怪怪嘅咧，咁啲狗就會一齊點啊？吠。咁柳宗元其實就喺度指桑罵槐咯，鬧邊啲人啊？鬧當時攻擊項羽嘅人。係。将他们比喻为哪种动物，啊，狗。是。大家明白啦，我都很喜欢狗的，没有心诋毁它的。狗是对人类很忠心的动物。传闻说狗通人性，狗就会想到人所期望的东西，狗通人性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即使狗有少少味道都会喜欢养狗。OK， 好了，往文容淑之男。好，那这里呢就話啦，因為我啊嚇，係啊，我過去聽講嚇，過去往嚇往文往文，即係過去聽講啊，呢個地方嚟噶嚇，榕樹嘅南邊，行雨就小日，有啲咩詞語你識嘅？行呢個字，哎呀，三十一分啊，講多文就行新聞稿，講多次，經常，經常 ，OK 啊，幾好啊，經常 ，OK， 經常。行，所以我就讲话行狗啊吓，啊未至于永恒，但系行啊经常，因为同雨有关噶嘛吓，行雨，但系小日，啊，小日即系咩意思咧？你唔会语译话小一日、小两日冇啊，系唔知喎咩？咁咩叫小日咧？如果同行雨，好少出太阳，系行雨好少出太阳，日出咧出犬吠啊。幾得意喎！日出即係太陽出，只狗就會吠，即係
大家認為太陽出咧係一個咩現象？唔係正常嘅。係咯，好正常咯，係嘛？日出則月。寒雨行出嚟。係，OK，寒雨行出嚟。好，睇下啦。咁咧，喻以為過言。阿柳宗元就話啦，嗯，我認為咧咁講咧就過分咗啲啊。即係有冇誇張咗啲咧？咁樣係嘛？前六七年啊，前六七年咁啊，同我哋而家現代漢語咧係嗰個倒裝嘅喎，即係倒裝句嚟嘅喎。我哋而家現代漢語係唔會叫前六七年嘅喎，我哋係點講啊？六七年前係咯，我哋又叫六七年前，而且仲要係六頓號嚇，冇頓號啊，死得！如果冇頓號咧，就完全係誤會嘅意思啊。如果冇頓號嘅話咧，就以為一九六七年之前。咁啊死啦！所以一定有頓號啊，唔係以前冇句逗啊，大家明白係嘛？好啦，卜來難，卜係佢自己謙稱啊嚇，卜啊卜啊，你見到呢個卜啊，卜往文啊，我以前聽講啊，我誒、咦唔係喎，三十三分啊，唔要啦，出嚟，唔係我哋今日咧就翻譯咗一半嘅達偉中立論思道嘅書嚇，咁你。臨 ending 前，我真係都仲想問多一句。咁你見到韓愈寫嗰個文章係比較離盤啦。咁如果我哋閱讀理解嘅作答技巧，最簡單嘅就係睇題目，估中心思想。咁呢個題目，起碼你會見到呢一個達偉中立論思道書。萬一你將立論兩個字當係議論文，就死得㗎啦，得唔得？咁所以你估下。只是講呢幾個字，你理解咗啲乜嘢？話我聽，話完就落堂。淨睇呢幾個字，《達偉中立論思道書》，你淨講你理解咗啲乜嘢？論思聽唔到。論思 ，OK。咁即係話咧，論思呢兩個字咧係應該係有關聯嘅。仲有冇？繼續。嗱，呢個就已經你頭先講咗啦，繼續講埋收工嚟。論思達群中，達偉中，達偉中。OK， 達偉中，仲有冇？繼續估下。嗱，你估唔到，你估唔到我唔落堂啊！道書，一本道家嘅書，唔係儒家，唔係佛家，講笑咋。中立系啦，嗱你见到咧呢个咧比较难啲嘅，咁我开估啦，好嘛？开估啦。咁其实咧就论思道咧系一个词语嚟嘅，论思道呢一篇文章都系讨论思道呢件事。韩愈嘅思说又系讨论思道，咁呢一篇文章咧都系论思道，咁所以咧呢个系三个字一齐。但你發覺咧，如果你解錯咗咧，會影響你理解成個課文。咁咧，答偉中立咧，又係一嚿嘢嚟嘅，即係呢一篇文章咧，係回答偉中立，回應啊偉中立。咁所以咧，邊個嚟？唔記得咗。我查翻，聽日話翻俾你聽嚇。好啦，咁呢個係節錄嚟嘅。即係話佢成篇嘢咧都係幾多下嘅，咁但係咧佢係攞中間嗰句，尤其是咧佢係冇寫到前面嗰句，前面嗰句係孟子講嘅，就是、人之患好為人師嗰句，即係我前幾堂教嘅，得唔得？好，咁咧你翻屋企唔係翻屋企，你已經喺屋企，千祈唔好出街，定係如果認真想翻去攞我哋份練習。不要三五成分，即係個別翻去喺我三十八户保架度，我印咗《思說》同埋《洛陽樓記》俾你，得唔得？有時間再預習下呢度。聽日唔係聽日，對唔住。禮拜二上晝九點，禮拜二九點，禮拜一我有事啊。今日禮拜二上晝九點。拜。係，又完埋呢句，點完名先走啊！啊！咁啊，如果你想不斷進步啲咧，你要自己咧再睇定啲問題，然之後咧
就諗下啊，如果假設我遇到呢個問題，我可以點作答？然之後聽埋我嘅答題解釋嘅話咧，睇下會唔會對你哋有啲幫助啊？大家互相思考一下 ，OK 得唔得？咁我就點名咯喎，好嗎？啊，我頭先 share 其龍蚊啊走咗啊！大聲啲咩啊？啊，孫偉奇，孫偉奇復係。龙蚊系啱啱入翻嚟，啊，帮我叫阿孙伟奇应一应我，佢走咗啦佢。你帮我 WhatsApp 叫佢入嚟，你话我揾佢。阿吴君泰喺咪度？阿孙伟奇想我打电话俾佢啊？好啊，我打电话闹佢。啊 ，sorry 啊，我想望老 Sir 录影紧噶，咩？讲多次，讲多次，录影紧噶，咩？I'm sorry。